碧晨是一个非常直爽，然后非常真诚的，很率真可爱的一个人。碧晨是比较慢热的性格，这一点其实也和我很像。慢慢相处下来，其实你会发现他只是很简单的对音乐有自己的热爱和追求。就大家其实多相处熟悉之后，你慢慢的会更了解他的可爱，其实是会很简单也很轻松的自在。我希望他可以在节目里找到志同道合的队友，因为他对音乐非常的热爱，也非常的追求精益求精。他的声音我认为非常有力量，也会有细腻的情感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是对音乐非常热爱和坚持的人，和他一起组乐队一定是一个快乐又高效的选择。大家一定要选他。碧晨，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整个过程，享受舞台和灯光，希望你可以坚持你所热爱的事情，加油，加油。